收藏了很多印象派的墨，尤其是我最喜欢的莫内的最有名的作品就是《睡莲》，你看这里面满满的360度的青色会睡莲。他可能晚年可能眼睛不太好的关系，他其实他的颜色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颜色不一样，但是又因此而让的他的画更显得梦幻。然后我忍这么久，终于看到他，感动。那要好好来欣赏画吗？好。隔壁间还有。